新北市林口一名15岁李姓少女一号上午用电话和爸爸说要外出买饭后随即失联，经过8天搜寻，昨天晚间7点多，警方终于在桃园网友家中找到少女，带你来听一段警方说法。锁定她在桃园龟山区一带，并在该带成功找获该名少女。那经过初步了解，该名少女并没有遭到胁迫或是伤害。离家原因呢？透过测访啊，她少女是说她想要出外游玩，但是家人不允许，所以她夫妻之下就离家出走。根据了解，少女想出门散心，但父母亲不允许，想要脱离掌控才会负气离家出走，期间都住在不同男网友家中，没有遭到胁迫。她第一时间见到警方时还吓到哭出来，初步研判少女借宿期间并未和男网友发生关系，但确切情形还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。